今天晚上读的。老舒服了，轻轻一退退，头昏睡了。不懂吗？底下还是吧。你这样干脱的洗头洗澡你就得堵，你不堵这个底下这渣膜这一块都是湿的搅起来。哦，那个影响听力了吗？对，那前两天老是给上火一样，长满一样的吧。什么火呀？就是你洗头洗澡是进水的泡呀，这潮涨动。对。上火一丁点儿的关系都没有。
就是一个洞，你在耳壁上了。哦。那个地方。